欢迎众朋友来到股市甜心的节目，我是品化，现场为你邀请到的是华冠投顾分析师刘云熙、刘副总、刘老师。甜心老师你好，品化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妍希老师哦。今天来到了9月3号星期五咯，那么在大盘指数呢连涨8天之后，昨天小震荡，很多人又在担心跟害怕了，只有甜心在这里给你信心，给你方向，给哪里就多起啊呢。今天看到盘很开心，真的开心，老师你真的是料事如神呢，那个手都出来了。所以我常说在害怕的时候就是正能量拿出来，不要每次大盘一看到跌，就像我昨天讲后，你看一下大盘的 K 线是很清楚嘛，因为台股在这里，它是持续的爬升，对，八天啊，你昨天站在那个位阶后，昨天在这个位阶是很清楚，对呀，好 K 线要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是有放 K 线哦，对，放 K 线哦，哎，大家要贴着我们的节目看会比较清楚，对，你看到昨天的位阶，你会担心，哎呦，台股在这里以后到底站不站得稳？是啊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呢，妍希一直跟大家强调，前面的台股已经是关关难过，关关过了。对啊，当你有疑虑的时候，干嘛？来，台积电是妍希一直在强调，当你对大盘有疑虑，当你对大盘有方向后会害怕，或者是说在震荡的时候，股票还没有涨的时候，把台积电拖出来看，找大哥出来看一下。对啊，你今天来看台积电，哎呀呀，好强哦，真的好猛呐！今天台积电冲出去了，来，真可怕！来2330台积，这是台积电，嘿，好，冲出去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有，来哦，它是平台带量突破哦。平台带量突破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那个讯息哦，大家要知道，来跟着节目走。还有2303的联电，会员通都知道为什么这个联电啊，台积电晶圆代工，的议题我已经讲很久了。是的，我说后晶圆代工这一块，上个礼拜尤其最大的消息就是什么？我们老大哥要涨价，哎，被 kick 啊！老大哥光晶圆代工后，他要涨20%呢。好，那你今天看到联电冲出去，哇，联电今天也不得了，他这一根吼是20年。哎，二十年的新高！哎呦，20年最大的、最粗的一根新高，所以我要大家知道的是创新高的能力嘛，对不对？不是说股票冲出去再来追，不用，不用。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，你创新高代表什么？你任何时间买都是赚钱的。好，那你再来看，我们把联电拖出来看哦。联电后，我包含之前的节目，还有一些会员的索马，我也讲很久了。联电这一块哦，它在8寸，8寸晶圆的这个产能是非常大的。那再来，它持续也在扩产嘛。好，那大家要八寸晶圆这一块要绕出去。对，为什么我这样讲？来，车用，车用跟几寸最有关系？成熟制程嘛。哎，是哦。再来，八寸晶圆就会很缺嘛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联电哇，冲出去了。是，哎，晶圆那个台积电也冲出去了。好，但是你看回来，妍希常跟大家讲。我们要赢在起跑点嘛，当然，对不对？你看回来，你看我今天，你今天是看到台积电、联电冲出去，只是再次验证。哎呦，妍希，你的看盘功力好准哦，准。为什么？因为昨天跌的时候，妍希跟你讲不要怕，对呀。很多人在跟你讲后不要追了，哎，甚至昨天跌，很多人跟你讲后可以开始干嘛？看空了。天哪，不会吧？今天大涨马上被扒，总金的概念，对，隔天而已，隔天困境没就被扒了呢。我常说我们多看几天没有关系嘛，但是呢，我只是说吼，盘势的涨势，今天你可以看到，我相信啊，这个盘后节目那个外资的买卖还没出来啊，外资应该是买，昨天它是小卖，它这一波已经是大买大买大买，你要看得出来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要看得出来，内外资已经在为台股年底的行情热身了。哎呦，他已经在 warm up 了，这要看得出来，不要说台积电今天冲出去了，哎，联电冲出去了，还在没有回魂。天哪，没回魂，你看你知不？哎，你就是累累啊，这没回魂来哦。你同样看到大盘的 K 线，为什么我要这样讲没回魂呢？哦，有时候就是。盘是在等你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这样讲？来哦，我现在看哦，你可以看月中，我在8月16号是，当时全市场也只有妍希告诉你，这个盘哈已经差不多了，对呀，快要落底了。有，而且呢，妍希也很强、很明确的告诉大家，哎呦，股票不要砍了啦，对呀，尤其是你手上一些 IC 设计、一些半导体的，不要砍了，不要做多余的动作。你来看，你光看到今天，这已经是一波走势了嘛？我不要说后今天涨一天两天来讲，不用，你光看这一波有多恐怖，4919我。
月中告诉你的新唐，当时新唐才多少？130附近呢、啊？哦，130附近，哦、你不知不觉哦，嗯，你有发觉近期也没有，哎、欸，我不用天天涨停，真的、哦，但是我要的是什么？一波走势，哇，今天看到已经快要170了，好可怕呢！月中给大家的月中、欸，哎、欸，短短的时间而已、欸，3527最恐怖，哎呦，哦、这个叫什么？这个。平话常讲，来垂直走势，用量角器来量的好不好？这么量的量角器来量的，真的好可怕、欸！你看，对，巨基当时候月中、嗯、我都放在16号那一天嘛，哎、嗯、呦，才股价160，是啊，便宜。现在是冲到多少？270了，279了呀。对啊，哎、呦我的妈呀，这是重点。还有嘞、嗯，还有，我不是只点这些，你看到哦，6104的创维，在这几天后涨势突然砰。冲出来了嘛？它已经是什么过了前高？有的过前高代表创新高，创新高啊！创新高代表什么？你任何时间买都是赚钱的，对嘛、嗯？所以妍希常讲后，我的节目是优质的。还 有哇，还有还有呢，老师点石成金，这些我16号的节目都讲得清清楚楚，因为太多人问了，真的太多人问了。然后我也告诉大家，我希望帮助到大家嘛，你不要把自己的股票砍在地板上，没错。再来，你现在我又帮你放在大盘的 K 线，16号嘛，16号那时候大盘，哎，你看到17、18，后面这几天都是跌的，哎，是的。后面都是跌的，可是妍希跟你强调，手上的股票已经蠢蠢欲动了，而且你不要砍在地板上。为什么？因为强势股嘛、嗯，因为有题材嘛，它会领先大盘止稳，然后会领先大盘回神、欸。对，真的。所以你现在看到，哎呦，台积电现在是回神，为什么？告诉你，大盘在这里平拖的三天在等你，嗯 嗯，就是在等你，嗯哼，就是在考验你会不会选股而已。啊、好，那今天呢又冲出去了，哎呦，很有机会干嘛一波啊？对呀、啊，你可以看到它是平台刚突破，是不是很有机会？对的。为什么会很有机会？时间观念带进来、嗯嗯。我常说，我在节目上我可以讲的，我都是尽量讲。是，来，近期我是不是说十号快来了？有，很奇怪、欸，每个月十号不是都可以赚钱吗？对啊，每个月十号都好好赚。对啊，就有客户说：“哎呀，妍希，我参加你以后吼，哎呀，吃香喝辣。我每个月吼十号啊，那个公司公告营收啊，我就是。”大赚小赚我都能赚，当然除了每个月的五号要等新发薪水之外，我们就要等十号了。我每个月，对啊，不止说公司发薪水，薪水啊、不止公司发薪水，原来、啊、股市也是可以发薪水，天天发薪水耶。对啊，就是这样轻松啊，就是把财报看清楚。我一直以来都是重复后，我在做同样的事，帮到大家。对啊，我们就是这样。好，再来、欸，你看到这一波，我说为什么我这样讲我自己赢在起跑点？你光看阳明光，嗯嗯。3504阳明光，对，45个百分点，天哪，也好好赚呢、欸！通通都是先事先给事先讲嘛，是的，所以今天不一样了。嗯、为什么？欸、我刚告诉你，台积电热身了，对，温 up 喽，联电也冲出去在热身了，有的，好啊。当大型全职股在热身、嗯，大家要不要回魂？一定要回魂啊，陶氏好朋友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有个重点，为什么？嗯、因为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，哎呀，妍希，我真的不知道买什么，因为我前面出、嗯。错过你讲阳明光，对对不对？大盘在这一段的时间后，它是反弹嘛？是到今天为止哦，你可以从8月30，嗯哼，16248，是反弹到今天，将近1300点，哇哦！好，妍希，我错过了前面你讲的哈创维，我错过了巨基，我错过了新唐，哎呀，哦，我现在看盘势后真的很棒，我到底要买什么？对呀、啊，老师有没有方向跟目标给我们啦？我直接给。方向哎、欸，好、哦，我直接帮大家，我就喜欢这样。啊、你可能看妍希节目，第一、嗯、这几天才刚刚见到妍希嘛、uh-huh ，但是你节目听够久的好朋友、嗯、一定知道，妍希都是啊，实在做实在讲，没错的，有什么就讲什么。当然了，然后我喜欢直接，对，我喜欢直接明了。为什么？来，今天9月获利秘籍，9月获利秘籍，哇塞！哇！老师带来的欧米亚可以给大家哦，免费送大家哦。哎、欸，你真的不要再猜了，我知道很多人在猜哦，妍希，因为我近期都是陆续在布局，对，我是带着全国会员陆续卡位、陆续布局、陆续卡位、嗯、啊。很多人在问说，哎呦，妍希到底买什么？买什么？是啊，不用猜了，直接哦。
端满汉全席出来比较快。老师就是这么的霸气，直接端满汉全席给大家。我常说我不怕你赚啊、对不对？我不怕你赚，我只怕后你赚太少，赚不过瘾。对啊，就像阳明光，哈，我月中讲到现在了，真的、哦，怎么样也要赚得到45%呢。创维我月中讲到现在，聚集我月中讲到现在，怎么样你都要赚到、啊。再怎么样，哈，动作慢，半导体 IC、那个台积电拿出来看，啊、也知道盘的方向了嘛，真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特别啦，哈、我今天。大家敲碗很久，也不要让大家等了。终于听到大家的心声了。对啊，说妍希怎么八月没有送？没有送，落高了一个月了。有没有看到？我就是顺应盘势，我们顺势而为。八月是回落1000点的，1700点，1700点，1700点。对啊，我们避开1700点，你还想要买什么？还想要赚什么、欸？还有没有新的标股？还有没有？啊、好好准备标股。今天后免费索取啦。是的，来九月哈，我们的热腾腾的九月获利秘籍免费赠送给大家。继我们的七月获利秘籍，让大家赚到满满的获利与财富。我相信这些标股你都倒背如流了，只有四个字：叹为观止给大家。那么中间浪了一个月，大家敲完很久了，九月的获利秘籍终于出来喽！想要赶快热腾腾索取的好朋友，来直接电话来做拨通喽。欢迎持续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，亲爱的好朋友，来，您电话拨通了吗？这份呢，我们的九月获利秘籍，你一定要先拿到哈！九月一整月，我们就靠这一张了。还记得呢，我们的七月获利秘籍，哎，老师让你从六月提早哦，六月让你赚到了七月，再赚到了八月耶！所以今天这份我们的九月获利秘籍，你一定要拿到手，你千万务必要排除万难拿到手啦！对啊，人家哦，很多粉丝好朋友都在 LINE 上讲，妍希。你齁，你可以把秘籍给我讲两个月，对不对？我七月，我六月底送给大家嘛。啊、你先起跑送给大家哎、欸。对，结果你整个七月啊、都在上课，真的。哎，对呀、啊。有时候我先把股票送到你手上，送到你手上，哎呦，赶快后，现在后成本才拉开一点点，没有差很多，对啊、没有真的。你不要说差个对，不要说差个5块、10块、3块后你害怕，结果呢，飙出去，哎呦，阳明光已经45%，你敢买吗？真的啊，就是安内啊，所以我说齁。你想要大赚特赚、在妍希身边你会很轻松，真的很轻松。为什么？我们就有过人的勇气、啊、有的，我就有就是与众不同的霸气。我要给我就全部都给，对，一次给 清楚明了嘛，让你加个888赚到888啦。为什么？你当时我记得我在送那个七月获利秘籍的时候、我是那个六月底，大家好，大家可以把大盘 K 线看清楚，来六月底后、来现在在这边、你可以看到、那时候是6月22号，对，这边很清楚。为什么、我6月22号我给大家的时候，来我问大家啦、你现在再把 K 线看清楚，对，有没有觉得？有没有觉得哎，小 M 头呀， yeah. 小 M 头对不对？欸、好，但是我在六月初在这附近的时候，我告诉大家。我当时说什么？哎呦，前面啊，我们是不是5月18号已经领先布局了？有，哎，我们买什么敦泰？对呀、啊，金居、大田，对不对？好，到了六月初来了，这边好玩了。为什么？哎，到了六月初，是不是已经回落？哎，这个点看到了没有？有看到了哈、很清楚，你会觉得哎呦，回落已经六月初已经站上后，当时疫情爆发后，大家最恐慌那个起跌点，最恐慌的那个点位，没错没错。所以全市场的老师开始后认同了，什么叫认同？认同哦 ，V 转了嘛，哎，对不对？认同、好 ，V 转了嘛，好。到了六月初，我说我们前面赚了敦泰，对，赚了金居，赚了大田啊，没关系。六月初干嘛？窄板背起来，哎，赚起来，窄板背起来，乌啦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你现在同样。你同样复制到现在，你把大盘 K 线看清楚。我六月，你现在是不是已经站上这一波的？来，现在大盘的位阶是不是已经站上这一波，就是回落18034附近了？没错，开始有人认同啦。有，开始有人同样的道理吗？我就说股市就是。一直重复，对啊，我们呢就是重复做对的事，哎、欸，对呀、啊，就一直赚，一直就是重复做对的事。好，因为什么？来，现在很多人又说，现在很多人看到这个大盘就说，哎呦，是不是又开始要做空了？哎、这边都一直站不上去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他可能言论后就比较偏空，没有关系，大家都有自己的言论，我们言论自由啊，哎迪哦，我们就是言论自由啊，哎迪哦，我们 follow 甜心啦，好，然后呢，结果来，你现在再看，是不是就像当初我在六月送那个七月获利秘籍的点位是一样，我现在持有标就放在22号。对，你把那个七月获利秘籍有来索取的好朋友，直接拿出来做转正。是的，这种东西都是白纸黑字，清楚明白，白纸黑字清清楚楚。来，六月22号送给大家，来。
6月22号你看到现在就是这样子哦。是我所以我一直跟你说刚刚开始都开心，前面你少赚这些没有关系，都没有关系、嗯、问题是年底的行情你要不要把握？一定要的。来哦，你看哦，6月22号我给你什么，你一档一档的敲开来看。3189锦硕，锦硕锦硕有没有很恐怖？很可怕呢。妍希老师你好看好宅版哦，不止这边讲，然后会员影音都讲、嗯、后每天都没事就把宅版拖出来讲。我去年就在讲了，我说它是资本支出最大的一个产业。对，好，所以你看到锦硕，嗯，110，对，这一波哦，六月这一波就是110飙到215哦，这一波是95%，好可怕耶！我发觉我整个七月节目都在讲、啊，都在讲它。宅版背起来有没有让你赚起来？你会觉得，哎呦，老师你好恐怖哦！当时你想宅版女神也可以，可以啊，来被动，被动女王，没错，被动拿光洁出来看，是的，光洁，嘿娜，光洁哦，当时股价才三字头，便宜啦，哇，飙到56哎，我的妈呀，妍希好恐怖哦，光洁我80%呢，天哪，哎，三字头涨到了四字头，飙到了五字头56.9哎，还有嘞，导线价，妍希一直跟大家强调车用，车用整个族群要。拖起来看，为什么车用？哎呦，很多哎、欸哦，车用你会想到又充电，哎，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因为电动车嘛，哎呀，好、哦，又导线架、嗯、二极体，哇，怎么这么多功率半导体、欸、一堆拉出来一坨拉鼓 ，MCU 也有，对呀、啊，怎么选啊？所以我说台湾很棒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我在生在台湾吼，我很开心、欸，很骄傲。我光股票吼，我每天看到股票就回魂给他呀，给他太急哦。看到股票我会不会觉得、嗯、来？大家就问我说：“妍希，你怎么保养的、嗯？”我很不想讲我的年纪，可是快要这样，我很不想讲，看不出来啊！快要这样了，我想要赶快收起来。我可不可以说我5岁操盘，25？老师，你在这哪三岁？这样子啦。什么？这样子，这样 OK。我很不想讲。我跟你说，什么是我的养颜美容的保养品？看股票啊！哦。我也不知道，就是这样。我没有特别吃，我没有特别喝。哎、欸，我还很爱喝可乐。老师，看你的股票，我记得会长鱼尾纹，因为笑到鱼尾纹哦，好好鱼尾纹很多，就是开就是鱼尾纹很多啊。原来这是一个保养的秘方，养、就、颜、是、的秘方。我常讲，你心态好，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观念好，好啊、你好运自然来嘛，当然、啊、人就顺顺的嘛、欸對啊，对不对？我不要求我一定要大赚特赚，哎、欸，我顺顺的很 OK、嗯、啊，我会有赚钱，我开心啊，哎、欸，相由心生哎、欸，面容面那个你的那种，就是这样，所以不要问我什么保养、欸，我就是这么简单喝水，哎、欸，喝水哎、欸，真的、就是，然后呢，跟着甜心来买股票赚标，所以永远记得哈，大家我25啊，我已经操盘20年了，这样好不好？OK， 好了，所以你看回来哈，你可以看到这一段哈，借领也是。赚嘛，导线价，哎呦，钢铁，哎呦，剩余好恐怖，真的很好赚的、哦，大成钢也是赚，哎呦，再来涨很慢，来，我们到七月了哈，七月底等什么、嗯？等那个节能，哎、欸，节能股记不记得、嗯、七月底我们节能？哎呦，硕和我也40%哎、欸，很好赚的、哦，所以啊，我说啊，我在送。资料、嗯，我在送股票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先抢，一定要先抢。为什么？你光看前面已经叹为观止了，那后面呢？要不要再赚？当然要再赚。那、啊、你现在又看到大盘，哎呦、欸，现在又跟上次差不多了。是啊，哎、欸，对啊，现在我跟你讲，大盘很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台积电、联电冲出去了，对的，半导体晶圆全部在涨价了、嗯，很多 IC 设计是可以吞下这个价钱的、嗯，可以吞下涨价效应的。哎呦，那是不是很多上中下游全部拖起来看、欸、？IC 设计有题材，嗯哼，晶圆有。题材有题材，封测也有题材，哇哇，台股题材多到爆了、欸欸，真的是多到爆哎、欸！所以呢，要赚钱，大家不要等哦，哎、欸，手脚要快啦，手脚要快喽、哦。是甜心的操作有目共睹哦，与时俱进，真金不怕火炼，实力不怕你来做验证，重点是。今天这份九月获利秘籍，您之前有拿到我们的七月获利秘籍的好朋友叹为观止。九月份想不想赚更多？赚更猛，赚更猛！尤其是你之前哎少赚到的、赚不过瘾的，这次我们的九月获利秘籍，赶快手刀来抢哈！如何得到呢？广众来告诉你喽！节目最后呢，再次感谢我们的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。谢谢品话，幸运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。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周末愉快喽 ！YT 频道的好朋友们，明天见喽，拜拜。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。